你不是早就回去了吗？我后来还有点事。有点事？你是要从王军阔那里拿回你的马，还是要替王军阔牵线，与阿诗勒不勾结？阿春，别逼我跟你成为敌人。对了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 你还知道他受伤的事？伤是我包扎的，我自然知道。原来你就是那个兽医啊！这伤本来不包就好了，你这一包……离开，我能去哪儿？你有没有想过去草原？草原，我人生地不熟的，还是别了吧。你认识我？ 特勤执意要朔州血流成河，那就只好请特勤与朔州全城同归于尽。 我是不是该提醒你，我最恨被威胁。可惜啊，李都尉已经死了。今日之后。 你只是我应试的一个奴隶，不如早点杀了我，省得日后追悔莫及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把药吃了。既然你早就知道了我的身份。 你一直不拆穿我，是为了可以利用我吗？是，在长安救了你，在幽州救了你，在朔州还是救了你。现在在草原，我再给你一个奴隶烤羊腿吃。我真是好生利用了你啊！